要不是女将军奋勇杀敌，怎能赢得国家之魂？吾三才今日幸存，不提大啊。徐娘却是为何？他们都想来看看女将军啊！即使此三娘他们困上一困。哎，儿啦，我到女中银行秘密一人奇怪地马，怎能让这些万夫所指官官夸夸上面进家去吧？弟弟，进家去吧，你为他人请请。
是回朝来，惊动了满城老百姓，都想看看女将军啊，究竟是怎样一个神？这位女将军啊，我你快接过来！喂，老百姓看王八哦！老百姓看王八！哎，王世清，这位相公看一看！相公看一看！哎，相公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啊！他命嘉靖皇帝为愚昧秦国公子刘敬亭。哦，你就见过愚昧娘娘了？云彻正是在东岳庙求神保佑，曾许下宏愿，今得神官来特献本月十五，谢神了愿。从今天起，勤戒三天，了愿之财停止一朝。凡如今之处，不论君民臣等，一律不准偷窥愚昧。啊！为如何呢？是有不为年老在官，却说我发配从军。哦，年轻在转官，年轻在立战。啊！转光者，哎呦，转光者，转光者，算了，算了，不去瞒我不了，不怕玉梅娘娘与不为师弟，我啊，还是回去做上衣去。喂，正邪喽！我这里怕我半官没有下你，我还是回去吧。哎，我还是回家抱我个孙子去。玉梅娘娘看不到，我还是回家看我自己妹妹去。真是煞有的其实刘敬亭，贫口救父好本领，好本领，好威名，待闻其名一介臣，闻其名一介臣，先到古人七八类，我操才了女将军，为什么也是本领派为什么偏偏不准人家看你？哎，别怪啊！我看这个玉梅娘娘啊，一定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所以不让大家去看你。嗯，我看这个玉梅娘娘一定不会好看，为啥？咦，要是玉梅娘娘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皇帝也是爱面子的，不能让大家去看你。哎，我看这个玉梅娘娘。不是马子嘛，就是瞎子啊！不是瓦子嘛，就是塌鼻子。皇帝为了爱面子，所以才不让大家去看你。嗯，我讲故事的一定十分好看，十分难看，好看，难看，好看，难看，难看。哎，相公，到了年休那天，你带我们去看好吗？去看？哎，你要带相公去杀头啊！杀头？杀我们相公的？哼，我们相公是户部尚书风雷上的儿子，才冠中相公一个儿吗？
那，万岁赐的王宝，官家之子也是要杀头的。哼，你真是胆小鬼！哎，相公不管去，你管去啊？相公不管去？哎，相公，你管去吗？哎，相公，你不怕杀头啊？童儿伴我一生人，到叫我一世少回忆。我有心要去见见你将军。
信物由小明将来将将将是是是小明本是将相配想想三寸里子让他将相去哎是啊作为姐姐是个灯呀求神保佑我娘亲，恰与娘娘逢家到，我娇出门已不能接待我心胆惊。王八道观，难道地位不值？分明是一派误解。
阿爷娘娘，小民只因家道贫寒，从小没有读过书啊。难道你的耳朵也聋了吗？这明是乐队公公给你敲夜鼓吧？我去，不了。阿爷娘娘啊，三娘小妹。西上加少，苦上加油，苦操自给。又是父身听送命，太王爷娘因是悲，娘我老娘在问。命中无人侍奉，就少你不是。张小儿，你快快回去吧。哎，是是是是是。好一个不识时务的张小儿，娘娘好生值得放你回去，我要去与父为。娘娘有所为之。画面雨林军灭不，小民出去实是难保命啊！巧莲，吩咐雨林军让张小儿出去，不得阻拦。是。画面雨林军听着，娘娘雨林放张小儿出去，不得阻拦。是。张小儿，你快快回去吧。是是是是是是是。娘娘，不能再进进香吗？晚事没有看到娘娘啊。军官去而复返，孟娘娘不在，小妹便曾叩谢大恩。要是回得家去，我娘闻起就有听要责骂于我。娘娘不杀你，为什么不谢谢大恩？这样岂非杀得老娘气恼一场于平不利？故小妹我再要回来，不谢娘娘，不斩之恩。倒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小子。秀儿，叩见娘娘不真之恩，愿娘娘把你富贵罢了。张秀儿，再见娘娘不真之恩，愿娘娘岁岁平安。去吧。张秀儿，再见娘娘不真之恩，愿娘娘什么？愿娘娘称心似意。啊
在这八兵就是平平的我是家人母亲英勇我可那满朝两班本无关不管元老从人左右丞相若不共情哪一个接得我刘万王此次生的君王从容禀王爷，王爷领了许多大臣送来武松帖，我要面见王爷。本来要安息一回，红旗留下，你为他人不敬也怕死。哦，王爷，我。庙中见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
神台殿下多着一个神。好，好，今有这样不怕死的神。儿郎，此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是年轻的。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男的。你可曾见到他？见到的。他可曾见到你？当算见到的。好，好。贾元才，命你将此人拿来与我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死。弟弟，你把他放罪了。儿郎，这是为什么？弟弟用兵，他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难道就葬他不得？弟弟为老娘孙聪明，轻易不要陷入了得到了终究人生，他是一个小道子，为我少了他的命。哎呀，儿郎，这就是你的过失了。我的不是，岂不能忘不难辞，功不难用，你就不该轻易地将他放了。谁顾到忠正孝子，圣人得敬之，纵然五万里了，也给宽赦三分恩。哎呀，女儿啊，残色一片。传出去，把王家真言一旦抛，一脸上杀光彩，为父也要陪谁笑？啊，原来爹爹是为了这事，这不是为了为父，也不为的。臣才是好生意，今儿切莫误乱营。常言道，是真是鬼臣经错，是情是节臣宽情。你是为父多老道，女儿你做事太省心。娘妹娘妹，这女儿为王权吧，是宋娘娘。娘妹，王爷，我来问你，哪个年轻乡民姓啥名谁？王爷，神已经放罪了。王爷，你再问他做什么？你我讲，他叫张孝儿，家住哪里？是在什么哈里哈达？什么哈里哈达？是在什么哈达门外哈里屋头？哦，哈达城。什么什么哈哈哈？喏，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达城。哦，知道了，下去。是贾元才，命你当司命教尉，与我到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哈哦糊里糊涂嘿。与我到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达城。
那刁民张小儿咋来见我？哈大梦啊，哈里糊涂，糊里糊涂！张小儿啊，张小儿，你把老夫我考得糊里糊涂，老夫我就叫你死得糊里糊涂！肚子里知道了一些，非要讲出来才痛快。有呀，可要改改了。因为我再也不管多讲了。哎呀，你们晚在这里讲些什么？娘娘，刚才都是我讲了不好，哪个怪你呢？快起来吧。多谢娘娘，巧莲姐，巧莲姐，我就知道娘娘是不违背我的。娘娘，这种事情都要怪那个害死你张小儿不好。怎么能怪他？要不是他，怎么会弄出这种事来？娘娘，你还不知王爷派了40名教尉去捉那张小儿了？当真？当算真的？你这夸张又来了！这便是何事好？娘娘，什么是何事好啊？
没有什么，你们下去吧。是。家一束丝，伴着香烟。
秀儿，求请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把你富贵。张秀儿，再请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岁岁平安。张秀儿，三请娘娘不沾之恩，愿娘娘称心如意。张秀儿，张秀儿，张秀儿，娘娘，娘娘，张秀儿，娘娘，娘娘，哎。闻见到一定受骗了，等我去禀告王爷知道。有没？有没？有没？怎么糊里糊涂又去禀告王爷了？娘娘她怎么在这里？莫非昨天被王爷埋怨了几句，又发生性脾气了？哎呀，不对呀，他为什么又叫张秀儿呢？哦，莫非昨天在庙中见到了他？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没有我们前来一声道，我好似一门冷水当人浇，记得我虽做冷子兵，记得我问他生死恍惚，用眼交谈，真算是无病啊！王爷，官医生来了，命他进阶。是，哎呀，弟弟，千万不可有病。哎呀，有病怎能不可？可一可啊，可一可。接过王爷。阿廖先生，请。啊，是是是是。哎。乃是娘娘亲身有病啊！哦，乃是娘娘亲身有病啊！啊，但小姨与娘娘亲身，哎妈啊！丫鬟姐姐，丫鬟姐姐，我这里有红绿两线，请按在娘娘亲身的风水木线上，朱红玉绿啊！知道。哎，朱红玉绿。知道，知道。先生啊，哎，你与娘娘亲身看病，可要谨慎仔细才是哦。请王爷亲身放心，休说与娘娘亲身看病，就说与平民百姓看病嘛，小爷一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哪怕是风生水果，也当为病人。策旅哟，娘娘亲身的病源，你要推敲得真，千万不可乱下定论哦。不消王爷亲身吩咐，小姨是有诚实讯，事先嘛是三思而行哦，事后嘛是三思而听哦。我是今日呀，也自己铭记在心，虽是小姨在你王爷面前夸口，不论大病小病。重病轻病，或是疑难之症，或是不知之症。先生，
你太啰嗦了。贵人，快娘娘宽平吧。我们月饼可以写什么？娘娘，月饼无饼，娘贵人可以宽最好了。可以宽，可以宽，可以宽，可以宽。贵人，娘娘身体什么病？娘娘这病。是下非下，是居非居啊！哎呀，爸！哎呦，娘娘娘娘娘千岁，妈妈莫失前无！哎呀哎呀，亲王爷，灵柩高明，灵柩高明哦！先生，回去，回去啊！弟弟，不好，方才听先生言道，我儿死尽必尽，死下必下。死尽快我女儿一为儿生气，一为儿笑，莫非真的得了什么不平了啊？哎呀呀呀呀呀！一定比都在那个城内地下的张小儿下了一下，吓坏了啊！进宫正身上送万里，王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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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夫了，这到底是什么病啊？一会儿笑一会儿闹，什么死惊非惊，死吓非吓，这到底是什么病啊？哦，
弟呀，你可知我在相思之苦you
命小花，玉梅娘娘要死了！你说什么？玉梅娘娘要死了！哎呀！不过病得很厉害，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外面王邦告，王邦怎么写？本来我是背不出的，人家讲的，我倒还记得一些。好好好，人家讲些什么？快快告诉我。相公，玉梅娘娘怎么上下到王的笔，我到徐王可人情义呀、啊。想起来了，说到云南平地娘是风是电，甚至车上飞下飞机，那如两宝街都王爷闲无事长，立刻进宫禀明君王，找一款的龙子花房。嘿，相公，我有赏你。哦，赏什么？昆号秉政，奉官本王，不牛为官，望金千两。相公，万爷那外加一条特别重赏，你临行房招为东城，你临行房。是真的吗？真的呀，我的王邦岂会说谎？哎呀，风家境啊，风家境，要是你有你心意能通一道，那该有多好哦。哎，那玉梅娘娘的皮生得好瓜呀！啊啊啊！哦哦！哎呀，妙啊！妙啊！哎，别怪啊，这样一来啊，相公可以安心读书了。嗯，相公。我看这个玉梅娘娘还是死了的好，脱，那怎么好娘她死的？脱，哎呦，那怎么好娘她死你？你去给我买一套金毛回来。